拥有恨死人32F 无敌上位的黄远曼，近日突然变缩，由猪胆鼻进阶为不平间斜鼻啊！而佢嘅下巴亦都变尖到好似身怀武器咁。阿时就话系瘦咗同化妆叻咗啫。以前自己好懒嘅，我唔中意化妆嘅，即系去街就咁去街。但系依家因为都要即系对得住啲人咧，有时候人哋会认到我咧，咁都要点样化少少妆。咁就有好努力嘅，啲化妆师会教我嘅。咁而家學下就開始知道啊，原來化一個妝咧最緊要係個皮膚本身靚，咁就唔使點化，同埋最緊要隻眼要夠精神又夠大，唔會浮腫，咁先至唔使點化。咁所以我就努力咗去保養咯，即係譬如要做多啲 facial 啊，要夜晚瞓覺唔好飲咁多水啊，之後再起身會用啲熱水咧棉花咁樣敷眼啊，咁冇咁腫，同埋起碼會識得啊點樣要畫條眉啊，點樣隻眼要畫。好啲啊，同埋就算黐眼睫毛我都学咗一轮咯，呢排学咗两年，我而家终于识得自己一剔个黐眼睫毛，所以最近都有人赞我话你好似靓咗喎。我谂其实冇化妆之前应该都差唔多嘅，但系可能自己识化妆咗就好咗。我觉得真系唔懒得噶，同埋呢个过程其实好漫长，冇话你今日护理咗，听日就会好靓咯，一定系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去做。我谂我由应该系由中学少少护理去到大学。更有意識護理，到咗呢一兩年非常之有意識去護理，咁先至可以即係慢慢變好咗咯。咁如果譬如第二日要訪問，我前一晚一定會自己做 facial 啦，盡量去，如果得就自己敷 mask 咯。咁譬如而家化完妝，咁我翻屋企咪補濕咯，每一日都做勤力做，做得多呢、這個美容得多人不怪。